啥？还在99%？我的天！咋回事啊？不是啊，他到底是有没有更新啊？有了啦，搞屁呀！我看一下，这是扩充碟吗？好像是，来呗。好帅呀！咋啦？怎么突然这样子啊？也不调完，不跑完动画，亮一点，亮一点。老了，眼睛不太好。动作模式什么意思？剧院。就这个吧，一般吧。确定要结束初始化设定。进行更细部的设定。自动闪避障碍物。啊，获得移法后自动使用。啥意思啊？体力条都显示吧？啊，进行防御时，视角转向正面启用。
达到锁定目标时，是否更新目标？先不要吧。动态模糊，接续确认。这是什么啊？名气是什么？全体字体稍大，都稍大好了。持有物品画面追加物了解，都用。变更设定与进行详细设定，可由系统选单中进行。OK，Thank you，这么人性化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对不对？New game，原来是牛魔王啊！人们口中的鬼。哇，这声优不错哎，配这个声音。哦哟，血轮眼。只有个这么大。大きいですか？基底是什么？女子であれば、お前に似て美しい娘となろう。那这样就要调个正妹了。妈，这个面，这个预设就其实还蛮不错了。哇塞，别吧，日本基，这是美国妹，春丽，哇，野战妹。这个吧，哎，不是不是，站的姿势也可以换的，哇，大开，肤质，
怎么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啊，就这个吧。脸老化程度没有不用。心爱的眼眸，不用吧？来个这个吧。眼睛不能调颜色哦，瞳孔啊，瞳孔可以，瞳孔颜色，啊，是哟，不能再缩小了，这个差不多吧。鼻子的高度再高一点了，这样吧。嘴巴预设，是厚嘴唇啊，不是。章鱼嘴，这个好了啦。嘴巴的大小再小一点。哦呦，怎么这么碎？这耳朵都盖起来，没怎么差。哇塞，这是鬼形哦！这哪里看得到 ？Hello， 这在哪里？跨龙博，哦，这在上面。别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脸部附属品是什么？哦，别，就这样。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。轮廓吧，啊，下巴的宽度。脸颊的脸颊肌肉左右位置，消瘦一点吧。完全看不出来呢，林老师。头发，梳头发的孩子。Oh my god， 这怎么行啊？这些。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发色。哇，这个前发好犹豫哦。这样好了。发色的话，
还有挑染哦，哇！现在还有这个时代还流行挑染哦。不是发烧吗？操你妹的！没有发尾挑染是不是？饰品颜色我没有发烧。哦，这里哦，哎，哇，还有卷度哎。哈哈哈！哈，别别别，我喜欢这样子啊！胡须神经病。眼影颜色。这个吧。口红，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哎。腮红类型，腮红这样就好了。黑牙是否染黑牙？笑哎，我的天！他还晓得是否涂白？我又别别别别别别，哦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胸部要大，身体装饰。还有刺青哦，这个一朵花好了啦。背面完全看不到。类型，啊？为什么类型二？哦，所以它是可以刺很多青，是不是？肌肉量，哇！别，太多太多，这样就好了。胖瘦，我希望在这样子吧，五吧。身高让他零吧，就这样子。声音的类型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好，妖化石是吗？这样吧，妖化的时候发色就来个这个，对啊。训，还有训哦。这完全看不出来啊。OK。变更服装。哎呦，初始化就好了。这要干嘛？外观设定代码的产生。
上传，share，OK，share，我知道怎么分享。社群，算了啦，完成设定，我好正啊。好的，我会活得好好的。这个是，这为什么可以切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调查。新增精华记忆，虽思念精华的项目，哦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制定武器画面，可在此确认变更已习得武器的组合状况。若习得不止一种同样指令、同样招式的武器，可切换武器的组合。啊，这个倒有点多东西啊。L 三。哇靠，太多了吧。目的地显示与罗盘冲刺是这个是不是。一开始有888880。这是什么？窥探水面。哎呦，还可以再回去啊！你后悔了，还可以再回去耶。我喜欢娇小一点的女孩子。嗯。我们把身高调低一点哦。保存。然后把这个盖掉。完成了。我刚才看起来它蛮丰腴的。嗯，这样好一点。L R 视角，这是冲刺。我现在没有刀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是什么？选择刀心加一，这是什么？选择枪体力加一。迅速攻击，强攻击。哦，他体力会扣。选择大太刀。
哦，可以换武器。这是什么？双刀。那我可以拿回枪吗？阅览，要前往5+1体+1进行基本操作教学。靠腰啊！我那个双刀哎，强攻击。哦，这个是选。我想换武器啊！R3锁定啊！哇，太刀这么屌！这是新手教学啊，上段、下段变更招式。上段以攻击见长，能够使出威力强大的招式；中段防御见长，能够使出多种范围招式，相当好用。中段是框框，下段以闪避见长，尽力下哦。先用下段。行哦，先要上段是不是？哦，下段的话就是这样，攻击力比较少，但精力比较久。中段是防御型。OK。大概懂他在干嘛了。强力一击，怎样次生攻击啊？哎呦喂！残心攻击，攻击后在蓝色的光芒从身边汇聚过来的时候，按下 R1。没有怪啊！是尝试
怪物系敌人所产出的特殊空间，在长范围内人类的精力恢复将会大幅下降。至于处在尝试范围内的妖怪，则会因特殊效果而受到强化。啊，我可以干嘛？残心可以干嘛？我看一下。记忆画面可在此重新阅读已读过的思念精华，已显示过的教学啊。残心是可以恢复精力，恢复量会随着发动的时机而有所不同，恢复量上限为精力表所示。哦，狙击史密达。我想换啊，别，我看一下，这个，然后换一个枪吧。OK。前往选择守护领。只有三只可以选，是不是？这一只是什么？让凶猛狼技术，让迅疾雷鸟技术，鸟跟狼，漆黑幻影技术，咒加一。我想让这个技术。进行妖怪化教学。嗯，啊，怎么不教？啊，吐！嘣当当，嘣当当。妖化死。倒地附近是不是？哎呦！是啊，哦，刺身攻击是这个。按加三角形。
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！哎，闪不掉啊，那个门。呼呼呼！为什么我不能按那个？万加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！我用不出来呢，蛇妖猛妖妖猛妖怪化石配合敌人攻击。牙错。错什么意思？就他妈的！没有呢。到应该是反击的时间了。好难。
哦，我调的都有呢哦。哦，好大的胸啊！